这儿吗？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你在生气？没什么可生气的。白天还好好的，你为何突然就变了样子？因为我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。你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你对吕北翼余情未了，好一副惺惺相惜的样子。你说你看到了什么？我只是因为找水兰太着急，动了胎气。吕北翼也是恰巧路过，把我看了看，啊，肚子好疼。你别拿孩子来当挡箭牌。肚子痛什么？要不我叫吕北翼过来摸摸你的肚子，让你好过一点。你好，你们情比金坚，那刚刚为什么还和我如此的亲近，让我摸这个小孩，让我听这个孩子？因为你是这孩子的父亲，婢妾只是做了婢妾应该做的事。我真的是孩子的父亲？你说你只是做你该做的，那我告诉你我该做什么。你不配做母，所以孩子出生后你便不是这孩子的母亲。你说什么？小姐，姑娘，小姐，姑娘，小姐，小姐，姑娘，咱们回去吧，天大的事儿，咱们回去再说啊。是啊，姑娘，天这么冷，这样会着凉的。不做这孩子的娘，孩子出生不叫我娘，就会像十二娘叫别人娘。不会的，小姐，姑娘，不会的，你的孩子他怎么会叫别人娘呢？是啊，小姐，你们都放开。